大家好，我叫皮修丽，我是一个柬埔寨留学生，我在贵州大学读书。今天想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在中国一天的生活。每天上课时间就是8点早上，现在是7点40分了，我也准备出发了。我宿舍是在西区，但是我上课的地方就在北区。因为贵州大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校，所以我每天要跑到校车站来排队。坐校车大概花8分钟或者10分钟才到教室。下课后，我在路上碰到我们其他的柬埔寨留学生，我们就一起去吃中午饭。我点的就是花菜炒肉盖饭。吃完之后，我们就回来，然后我想去食堂一下，因为我想买一些零食和奶茶。食堂的便利店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零食，又便宜又好吃，但是看来看去，我却不知道要买什么。后来我就跑到奶茶店，我点的就是一杯奶茶。现在我的奶茶好了，终于可以回宿舍休息了。今天下课后，我也要参加一个活动，这个活动叫国际茶日。非常精彩的活动，后面老师们和同学们一起合拍。我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贵州大学美丽的风景。我更希望贵州大学有更多的柬埔寨留学生。